日嘅 ET 個股推介咧就係新奧能源啦，2688嘅。經濟日報嘅投資業話組揀選原因咧就係中港股市走弱，市場觀望美國聯儲局嘅議息結果。咁策略上啦，咁就可以係呢個換馬去到攻守兼備嘅燃氣股，首選新奧能源。咁受惠內地經濟復甦啦，工商業用戶對天然氣需求持續增加，新奧首季總天然氣銷售量按年增加2.5%。期內新開發395,000個家庭用戶，增長超過13%。新開發工商業用戶以裝置日開口氣量增長大約46%。首季強勁增長之下，新澳股價年初至今累積升了超過34%，同期國指咧係跌近1.6%嘅。咁未持有者咧可以等到港股。